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来自星月的主播金素妍，然后今天带一首神曲《那一次》送给你们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然后喜欢的朋友可以点赞、评论、加转发，可以帮素妍转发一下，点一下赞、评论一下，谢谢。一次又一次，我总是一次一次的遇到你。